演奏日本国歌。国歌。主席宣读台湾民政府的主张与立场。第一，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根据国际法律，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。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，美国总统定了着台湾的占领权。美国总统有责任按照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。第二，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遵守国际法，包含万国公法、国际战争法、旧金山和平条约。第三，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无必使用暴力或是武力，束缚各种方法，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。第四，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对中国实名政权、流亡中华民国政府推动的事务，无合作嘛，无要配合。李晨，请主席面向学员。金玲，请坐下。主席致辞。各位学员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今日是咱的头一天吼，
法律防疫，来遮是要读法律的，唔是要读感情的。好，啊，要读法律，你敢捌法律？你讲我顶捌法律的，但是我甲各位讲，你不一定知影法律。想讲你不一定知影法律。六十八年来，中国人伫台湾，名叫做中华民国，为头甲你骗到尾。您一定感觉真奇怪，您知影？1895年8月15日，日本天皇宣布投降。迄时阵，台湾现主席的迄当阵，台湾人伊安怎想法？拄啊开始的时阵，8月15日开始一礼拜，足济有伫读册的囡仔含大人，大拢惊甲要死，是安怎？因为大家想讲，美军若登陆伫台湾，不得了诶！普通时走美日教诶轰炸诶时阵吼，一干干，大家拢去烧开、烧开啊，烧开去对，去装卡。美日教全台湾所有诶城市啊，全部拢有甲你轰炸有着。伫迄时阵宣布投降，因为你知影若去战争诶时阵哦，一个国家绝对是未甲你讲实话。即一定跟你讲哦，会赢哦，打一个拍赢，打一个拍赢，其实拢总输啊。但是日本伫迄个时阵，日本帝国啊，确实伫真济所在拢占领。10月25日，中国人入来台湾，甲你宣布讲台湾光复节，你也想一个问题：台湾第二次世界大战占领战事，来。目睭起起，你两个举手，唔对嘛，无要紧。这样也请你举手，剑书的请你举手，唔知啊，请你举手。嗯，这句我真巧嘞，目睭起来。我知拢剑书，当然啦，你若讲听无哦，你就很糟糕啦。我讲走美日到美国的飞机啊，啊，轰炸甲变密密麻麻啊，你向装卡你疏开啊，当然嘛是剑书。啊，战输闹光复节，打仗不打输了闹光复节。伊甲恁讲10月25日迄天叫做光复节，所以佫是行宪纪念日有啊，行宪纪念日。迄天刚台湾的行宪纪念日，台湾的行宪纪念日是当时你敢知？4月7日啊。1945年的4月7日，日本天皇宣布台湾这块土地为殖民地，变作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所以实施明治宪法，和台湾人参政权和参战权，安尼台湾这块土地照满国讲话，变作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所以中国人你白。大猩猩给你骗，10月25日给你讲啥？行宪纪念日，其实10月25日是啥？愚人节啦。咱去用骗68天，你啊看今年的10月25日就好啦，足简单嘞啦。国民党、中国国民党、甲中华民国民进党，敢有咧庆祝台湾光复节有啊？我甲报纸头、报纸尾，甲看看嘞。26迄一天啊，拢无呢。夭寿68年，咱从细汉读的册，拢是讲迄天就是光复节呢，行宪纪念日呢，搁放假呢。啊，无迄天咱去放假是放什么意思？其实迄天真正是叫做愚人节。啊，4月7日真真正正行宪纪念日，甲你讲是愚人节。所以咱台湾民政府执政，第一个要改，就是4月7日变成行宪纪念日，10月25日愚人节，咱慢慢来放假，安尼好唔好？你拢好啊，免上班上好啊。啊，做头家是一个面，敢那苦过咧。68年。所有台湾的历史，拢去倒头写。
我甲你讲，好多条线，你要相信吗？十月二五，十月二五的时阵，蒋介石奉了着麦克阿瑟的命令，1945年9月7日一般命令第一号来台湾接受日军的投降。蒋介石判一个人叫做陈仪。迄当阵伫台湾，什么所在接受日军的投降？中山堂、光辉堂啦，迄当叫光辉堂，即马叫做中山堂。中山堂的时阵，你有看到相片有无？捌看到相片的举手。恁拢学袂懂，恁拢有读册啊？小学三年的课本的封面就是啊啦，你袂记得啊？即无读过小学的，请你举手。有读过小学的，请你举手。啊，恁都读过啊？迄张相片来，我放互你看。来，这张相片啦，小学三年级封面，第一个封面就是这张啦。有印象无？有印象的举手。我足无感情的呢。读过册拢讲袂记呢，啊好，刚才你也袂记啦。国民党都为头甲你骗到尾嘛，啊你袂记较拄啊好。较爱读册的吼，颠倒海啦。来，相片哦，你来看。你敢看这个相片偌趣味的呢？这个相片顶位甲你写啥？台湾光复有无？有无？我嘛足相信的，我三年嘛足相信的，而且嘛足崇拜蒋介石啊，因为伊取消不平等条约啊，有无？取消不平等条约，你干嘛呢？真牛的，请你举手。因为你拢唔敢举手，我都举手啊。伊取消不平等条约，真正足牛足牛的啦，世界牛的啦。所有全世界因为战争所签的条约拢啥，拢不平等。你战输哪有平等？啊，那平等就免战输呀。你战输就既然人台甲你挂，叫你赔钱，你来赔有无？一定不平等嘛。啊，你不平等条约签的，你讲啊，甲取消掉的，哪在不平等条约当取消哦？你甲恁太太啊，是你甲恁翁的迄个结婚证书哦，明仔载当取消啊。会当取消无？会当取消举手？啊，未当取消举手？啊，唔知影举手？啊，有这款人也唔知影呢？看会害无啦？台湾人实在吼，啊，我问你一个代志啦，台湾有参加第二次世界战有诶人举手？啊，无诶举手？啊，你是足奇怪呢？他拄仔才甲你讲，美日到轰炸台湾，啊，轰炸你阁无参加，无你是伫创啥？哈？阿伯出事，阿伯出事，所以你唔知影。等下问恁老爸老母，还是阿公阿妈？啊，老爸老母、阿公阿妈拢过身去啊！这种借口，足出名。台湾人，我咱台湾是全世界上较可怜的一个民族呢。家己唔知影讲哦，啊，阮到底有去参加战争啊无？有啦，台湾有参加战争啦。啊，咱参加战争，迄阵咱的国名叫什么名？大日本帝国啦，四期以后，大日本帝国爱甲你藏伫日本的中列祠，就是伊的靖国神社啦，有无？啊，你著知影这有咧。内底有几个台湾的英灵？39,100名。恁就是吼，讲无参加战争，迄39,100名都靠到即嘛啦。你们能笑呢？咱连续两年去吼，真正拢起动呢。去靖国神社是伫上界内底，敢若日本天皇会当伫遐祭拜迄个场所，敢若咱台湾民族的人啊，因为咱是官员啊，咱是日本天皇的臣民呢，会当伫上界内底祭拜靖国神社内底台湾的英灵呢，有人起动啊？表示你讲，伊咧伊那会个起动，伊咧怨叹啥？你台湾人拢袂记哩啊！是国民党个教育伊啊，他家拢废去啊！所以啊，恁好个在恁有来上课，恁若无来上课吼，遐英灵拢袂甲你保庇。啊，若来上课会甲你保庇，安尼好无？甲拍手一个。来，这张图你来看卖啊！这是你小学二年甲三年个课本封面啊！你看麦啊，这有真，这个申请看正平这张啊，
中国建区台湾省首航典礼，你有看无？中国建区，咱的边啊是太平洋呢。中国人、中华民国的部队、伊的飞机拢无来台湾轰炸呢。台湾甲中华民国无战争呢，是甚么人甲甚么人战争？是日本和天皇战争呢？天皇代表大日本帝国，唔是甲日本政府战呢，是甲日本天皇战。这就是法律啊！然后你战争，伫太平洋这个地区叫做太平洋战区，唔是叫做中国战区。头一个甲你骗，搁认真甲看，这张图有三支旗啊！你唔知看有啊，看无伫倒边。我甲用迄个箍起来，你有看？你看会出来迄个旗啊是美国国旗无？看有啊？啊，你小学那个看无？啊，我小学，所以我都看无。我甲你讲哦，这张图有彩色，来迄彩色我看者。你爱看彩色图？足清楚的呢，倒边你看，倒边，你有看无？美国国旗你有看无？这支啊，甲这支有啊？喂，各位啊，无大无字，你插美国国旗创啥？啊，伊的旗啊较水，唔是啦。美国是台湾这块地区的主要占领权国，旧金山和平条23条的规定呢。旧金山和平条到现在有效无？100%有效。2006年10月24日，林志兴等228个代表台湾民众去控告美国。在高等法院的时，美国的法官问国务院。诶，律师查某诶，旧金山和平条到今日有效无？迄律师硬硬诶，唔敢回答。我敢讲，你免回答，我来替你回答。有效，而且美国爱照旧金山和平条来执行。所以今日恁伫遮哩上课是根据这来，咱伫遮哩上课，中华民国偏阿懵来去边啊休困，唔敢甲恁安怎，是根据这来。希拉蕊去年10月30日，伫海南岛讲，这个团体对咱是按照国际法律进行的，所以你中华民国袂当改叮当。啊，人那么威啊呢？到今日为止，中华民国含一张罚单无甲你开的，咱已经上几期啊？各位，你是69期呢？咱为2011年1月14、15、16第一期。到今日拢无休困，安尼有好胆无？有无？无啦，哪有好胆？照法律来要好胆是？你若讲好胆，拢是骗人，是伫碰风的呢。无好胆，真普通嘛。你都有权利，咱台湾人有权利嘛。你若直接受困，你是受美国的保护呢，唔是受我呢？我无多甲你保护呢，是受美国。军事政府的100%给你保护呢，啊，有趣味无？无你吼，无定是你本来是你想啦，啊，唔敢来，但你无想到讲，原来你来啊，你收的好处足多。来，这个图，当年伊伫迄个啊做中山堂的内底迄张相，来中山堂内底的四张相片，迄典礼的相片，来这张。挂四面的图，你有看上正面叫做英国、各国、中华民国、各国、美国、各国、苏联，表示啥？中华民国向民军投降。哎，潘先生，日本向民军投降，不是向中华民国投降，不是向中华民国投降。我再讲一个代志，让你听。日本天皇在1941年12月7日。去轰炸珍珠港，12月7日，罗斯福伫国会发表言论，
讲邪恶的日本帝国轰炸了我们的珍珠港，美国的国会向大日本帝国宣战。听清楚啊，我讲这有内底有意义呢。总统无权利宣战呢，是国会才有权利宣战呢。十二月初九，咱读的课本甲咱讲，蒋介石在重庆，伫成都啊。 向日本宣战，骑一只白马啦，啊，底下军帽啊，号召啊，全国同胞起来抗日，十万青年十万军，有无？要求好听，搁未跳针呢吼。十二月初九，你甲兵列出看卖啊！ 国民政府向日本宣战，有这个代志无？有，来，伊宣战是这款型的，你看麦啊？国民政府对日本宣战的布告，什么人宣布的？主席叫做林森，有无？蒋介石哪有宣战？伫中兴新村。 有一个台湾省的博物馆，你去甲参观，你为正门甲行入去，行到上尾，搁越道平，差不多60步左右，你甲向道平甲看，伊有搭一张，就搭一张啦，原版的。林森宣战，迄当阵蒋介石是啥物物件？行政院的院长蒋介石，头前搁摆几个人呢？ 行政院院长敢会当宣战？会使无？绝对袂使宣战的啦，伊哪有权利？所以呢，咱啊呐，咱叫人骗你。啊，甲你讲，伊宣战，煞来去取消不平等条约，煞咱为囡仔的时阵，做囡仔开始甲伊崇拜，啊，搁再看迄个鱼仔伫迄个溪底啊逆流往上游，要是哦骗很大呢。 到今麦才知影讲，蒋介石这人根本无咧读册，佮做罗马。所以伫这个时阵，台湾人本来拄多投降迄个时阵，600万人，应该是600-400万人，其中400万是日本为日本过来日本人。所以12月初九，那照伊这个。 宣战的布告啊，灵魂啊，完全没有按照国际法的宣战啊。这款，所以日本人、日本帝国敢有给回应？无呢？是安怎？迄个时阵，全中国有4个中国的政府啦，啊，4个中国政府呢？一个就是成都的国民政府，林森，第二个。 就是汪精卫，汪精卫伫对呢，伫南京呢，迄嘛是伫中国政府啦。毛泽东伫延安呐，迄嘛是伫中国政府啦。佫一个溥仪啊，伫迄个满洲国啊，迄嘛中国政府啦。啊，我佮你讲，足趣味的。 国民政府向日本宣战，对不对？佮另外迄个中国政府向英国佮美国宣战。汪精卫迄个中国政府啊，向美国佮向英国宣战，你有读到这点无？你拢无读到，拢佮你砍了了。所以全世界伫迄个时阵，一个中国向全世界超拢宣战了诶，啊，袂输通你跋筊诶，跋赢就算赢，啊，若跋输诶。 胜输啦，啊！就国民政府这个扮演，伊美国替伊去弹两粒原子弹，互伊捡着，迄算讲挂掉啊袂啦，互伊挂掉啊，挂掉要紧，要求佫走来台湾。战书呢，伊伫重庆时啊，是叫日本派军队甲伊拍。
拍到位重庆去呢，亮亮要投降，美国惊着讲伊会投降啊，所以伫1943年12月初3，伊甲罗斯福啊两个甲伊讲，来来来来来开罗会议，啊蒋介石就袂晓讲英语啊，好个在英某甲我讲的，啊英某是美国人，名叫做宋美龄，咱互这查某害甲足凄惨的，当然是今日安尼哦，这查某害死咱啊。啊！咱细汉拢个尊敬嘞吼，细汉有个尊敬，举手，老实讲有啊，举手，各举，安尼尔，啊无哦，恁无哦，我都不爱相信嘞。好啦，啊你无个举手啦，你无个举手，恁敢讲无个尊敬，算你敖啦，我算你厉害啦。宋美龄以前啊出名的时候拢惊死人嘞，燕山饭店伊个呢，一出门的迄个派头啊，你惊死呢。报纸拢甲伊讲伊好话呢。宋美龄这个查某是真真正正害咱台湾遮尔啊凄惨的一个查某啦。伊本身是美国人，所以今日美国对中华民国真好，但是对台湾好啊唔好？歹，伊足切咱台湾人，你敢不知道？是啊，台湾伫迄个时阵是真歹的一个民众呢。即咱感谢高山族，有一个高山义勇军了不起。你有去看迄个塞德克巴莱迄本迄个电影？有看无？有无？有诶，阿叔。哎，啊，蛮有靠良心，卖去看就对了。塞德克巴莱内底讲原住民足勇敢诶，用板甲日本无多，用大炮，用枪，伊拢用双脚落去走尔呢。今天在这，明天在那，日本人也看到火气。所以这个高山族到今天为止，日本人是非常非常的尊敬。在世界上，高山的义勇军啊，这个战争历史里面，占有一席地位。只可惜，日本时代本来有120万的高山族，今天剩51万而已。是安怎？因为高山的同胞啊，较高义，很容易受骗。国民党甲伊讲，你们要争取权利，你们用原住民的名义来争取，伊就真正用原住民的名义去争取。你拢无想讲，国民党伫后壁，你争取到原住民，伊即摆国民党即个逃难来台湾的即个人，甲你讲啥？你是原住民。我们很尊敬，可是我是新住民，有无？是不是呢？所以听到原住民是这个高山同胞都很高兴，对的，请举手。拢无啊，不高兴啊，我唔相信啊，不高兴的举手。你拢无呀？你看，你拢不懂啊，你不懂啦、啊。政治上的操作，这中国人比咱台湾较厉害啦。你想看卖啊？搁过50年。搁做100年，干嘛要搞新住民跟原住民？没有的啦，那个时候的原住民就被消灭了。才过偌久呢？剩51万，哇！搁过20年、30年，剩25万，搁过就无去啊。我们高沙一定要去坚持，你们要坚持，要用高沙两个字。高沙，国民党跟你讲，高沙是你歧视，胡说八道。高沙是什么意思？你去日本翻译的册，高沙塔卡沙国，作曲塔卡沙国，以及日本人的古早的册里的意思讲，很多的高山，漂亮的高山叫做塔卡沙国，古沙。日本的皇帝做太子的时阵来台湾。和高山族的人斗阵，伊讲这阵人哪会这么好？女的很漂亮，男的呢很英俊，啊，男的佫足够作战的，足够走的。伊对这个高山这个民族啊，非常非常的爱，所以署名给因叫做塔卡沙国族、高山族，拢总有14个族。咱台湾民政府。为2000年，一直坚持高山
这个名唔通我无去，非常重要。后摆台湾民进党执政以后，对高山我们要给他特别优惠的各种待遇，例如高山甲高山若生一个后生，政府给你100万，从小学一直到读博士拢免费，18岁以上，十步查某，咱拢政府拢送你一栋厝。当然啦，本土台湾人也可以，但是本土台湾人生囝无来，因为人51万可以补到120万的时阵，都爱甲咱同款，安尼好冇？好的，拍手。安尼有良心啦。国国登登来去讲起来历史。日本天皇在1941年12月7日突袭珍珠港，12月8日，美国国会向日本天皇宣战。12月9日，中国就是蒋介石讲伊也宣战啊，我很怀疑的，因为历史上来讲，你甲我宣战，你这个国家甲我宣战，我这个国家嘛爱甲你宣战。无呢，日本无宣战呢，所以到今日为止啊，日本并无向中华民国还是中国宣战呢，很奇怪。所以接下来后摆要变的历史，还佫通变呢？我跟你讲，但是正月12月8日啊，在菲律宾克拉克基地啊，克拉克这个菲律宾是甚物人诶？迄个村上诶，美国诶，因为美西战争的时阵。西班牙战败，在1899年，将菲律宾、关岛、古巴、甲菲律宾，关岛、古巴、菲律宾、甲波多黎各挂予美国。所以伫迄个时阵，菲律宾这块土地是属美国的土地。美国伫顶端有一个克拉克空军基地。12月8日是麦克阿瑟一世人永远无忘记的一天。雄雄在中岛的时阵，天顶出现100几架零式战斗机，将克拉克空军基地100几架的飞机啊，通通给炸沉，弄个损害去，足准的，一摆一粒，一摆一粒。麦克阿瑟为伊碉堡出来讲，问伊副官啊，啊，这飞机对着来，哪有可能？副官阿讲，为台湾的高雄机场飞来，哪有可能飞机飞遐远？哎，即马是会使，过去无可能呢。迄零式战斗机是日本人发明的，足轻呢，差不多是用阿鲁米来做的，有够轻啊！所以伊当得真侪油。你飞机去甲炸在，你怎啊飞倒转去呢？所以百几只来将。菲律宾顶管的美国的飞机全部消灭，这是麦克阿瑟底下扯来的下，以及是来上届受过最大最大的侮辱，就是予你台湾人创的。所以美国人一直甲战争失败，对咱台湾人一直很讨厌。可惜咱台湾人很主席呢，就是家己是中国人。拢去对美国人贴着冷屁股，以为说中美国人会爱你，他是爱中华民国的中国人，他不是爱你大日本帝国的台湾人呐、啊。因为你改消灭嘛，因为这边的消灭，以后和日本人1941年开始，到1942年、43年，伫迄个东南亚势如破竹。拢无多甲你动，因为无空军嘛，所以才会当和日本对攻啊，就这尼啊厉害。这12月8日何发生诶？但是真可惜，为1943年，才8到9月迄当阵呐，本来是日本大帝国建筑赢诶，足正常啥，到处拢赢诶。最近有一出电影。75台，叫做《板上之云》，你唔知有伫看无？有看野手？
无看举手。哈，恁拢无看呢？是啊，看了日本出就不爱看就对了。爱去看，我无爱骗。你去看这出，是日本人拍，这出是拍的很早的啦，连续剧。但这出内底所讲的，是历史事实。你去看嘛呀？日本人拍的片子，甲你教讲是安怎？日本人会变作本来是甲普通甲中国拢同款的善，啊，变作遐尼啊强，变作全世界一流。到今日为止，什么人敢卡去拍美国？无呢？白人无多去拍甲美国去呢？敢那亚洲人的日本人会当甲伫迄个夏威夷啊？去甲袭击诶！他们讲啊，做一个亚洲人啊，实在因为日本人这样尼啊厉害啊，很光荣啊。所以是安怎？日本人拍甲东南亚，拍甲印尼，拍甲马来西亚。日本即摆伫祭拜靖国神社诶时阵，中国反对，德迄个韩国反对，是安怎？印尼是安怎？马来西亚？当阿妈这人拢无甲反对，为什么？你来去想啊，奇怪呢？是那中国反对，韩国反对，啊，越南奈无反对，印尼奈无反对，菲律宾奈无反对，马来西亚奈无反对，因为日本帝国当时讲的就是说，要将别人驱逐出亚洲，家己亚洲人。本来是殖民地嘛，差不多拢从人的殖民地嘛，要解放这个殖民地，伊的理由是安尼起来。咱台湾真正是推，美国的推。咱当时去予清朝甲你挂予日本天皇，是因为台湾这块土地是清朝的殖民地，迄无唔对，因为殖民地才会当割让。那不是殖民地，就袂当割让。1895年4月17日，咪《马关条约》内底嘛有讲呢，唔是干那挂台湾尔呢，辽东半岛嘛挂日本天皇，才十天尔呢。因为辽东半岛就是啥，就是奉天呢。奉天是啥，就是清朝的开始的发源地啊，定义是中国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袂当挂牛。三个国家出来讲话，意大利、德国、苏联出不可以。日本天皇，这个土地你袂当摕，你也行伊。所以了后，佫签一个《辽南条约》，咱都无读起来啦。《辽南条约》签落去，就是将辽东半岛献予日本天皇，佮献予中国。但是因为台湾偏好是殖民地，所以会使挂。当时1895年6月17日，日本天皇伫台湾开始派部队来开始管的时阵，无予你台湾人两年的思考期。迄个时阵，你若愿意要做日本人，你留咧；你若不爱做，你会当财产卖卖，转去两年。迄当阵台湾的人口啊，300万尔啊，其中有1300几个人。财产卖卖回去，我跟你讲，无甲半年，1300几个，差不多拢个白白都转来台湾了。因为等于中国无多生活嘛，然后呢，我要做日本人。虽然日本人照起工来呢，有你思考期呢。咱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阵，赶快要予这台湾的这中国人流亡伫台湾的中国人，予你思考期，但我袂当予你两年。因为即摆科学，即个也做电讯很方便嘛，予你一年，无你就离开台湾，你若要留咧，会使哩。但是要效忠台湾，我就要予你留咧。所以你看，台湾这个土地到底是殖民地，还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？你甲看历史内底，1937年。日本天皇在台湾先实施皇民化，什么叫皇民化？就让你台湾人改姓名，让你呢厝内底啊一寡生活习惯啊，
叫你讲从现主席的一寡古早味台湾，对中国提过来歹习惯啊，拢改改掉。刷入去1937年，过来1939年的时阵，伫台湾实施内地延伸，内地啥日本延伸来个台湾。以后呢，台湾人甲日本人的地位同款，所以1945年4月7日行宪纪念日，台湾这块土地按照万国公法变作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领土，台湾人变作臣民，到今日为止没有改变。所以呢，照讲来讲，台湾人甲日本人。日本人迄个时阵是咱台湾人的逆上，就是讲，伊是咱的大兄啦。但是战争结果，迄个结束以后啊，迄个大兄才叫死去，先来死去。麦克阿瑟将日本宪法修改第4条甲第9条，本来叫做大日本帝国，已经嘛变成日本政府。日本天皇发一个诏书讲好。你即马遮个人，遮日本人是变作是我日本天皇的国民，国民啊，本来是臣民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即马变成国民，可是咱台湾人要个啥？臣民、臣民。所以咱台湾人每一摆去日本的时阵啊，去靖国神社啊，咱徛伫日本人的头前呢。安怎讲？咱是臣民，因国民、国民尔尔。日本安倍晋三非常不满意，叫佐利来问我呢。啊，伊免啊变臣民，我修宪啊。第4条、第9条，甲改过来啊。我讲，但是你改我嘛同款呢。改过来以后，你变作台湾人的小弟呢，比台湾人较慢呢。所以各位，风水如流转呢。你敢有一天想讲你是日本人的逆上？你敢有想到？所以我讲遐日本的迄个日本的教授来，我讲后摆你看到我还叫逆上呢？我是臣民啊，你国民啊？遐日本人是笑个，我这是法理上的啦吼，法理上啦。这代志我先讲，卖阁讲。1941年12月7日。开始战争，即马战争的时阵啊，拄啊开始的时阵，日本作用诶，吼，美苏拢战美西诶，当日本啊突袭珍珠港的时阵啊，我犯了一个错误啦，你刚看得出来，伊犯的什么错误？看得出来，你举手，珍珠港诶，迄个偷袭啊，我跟你讲，伊犯的什么错误？伊当哩欢喜啦，迄南云将军啊，伊遐航空母舰出去甲轰炸，伊干呐要算讲炸着几架飞机啦，几架船啦，啊伊吼损失偌济啦，损失真少。我甲你讲，迄当阵啊，3本56，伊来当执行伊个命令啊，迄当阵去炸的时阵啊。两个所在一个炸，第一个就是油桶，夏威夷足济油桶诶，足可惜诶，干那戆戆去炸遐飞机要死哦，还是炸遐船要创啊？你船甲炸落，搁半年收收搁好啊？油桶那个炸落去遐油啊，是差不多供应到美国诶海军诶舰队诶一年诶油量。你那个油桶先甲结束起来。你的飞机也好，你的船，搁走我看嘛。第二点，伊的船坞啊，做船的迄个工厂，拢伫夏威夷，无一拢好好啦，拢无甲轰炸着啦，够戆的。迄当阵伊那上，迄个船坞啊，拢讲甲炸掉。今日世界历史改写啦，各位咱在，咱拢是日本人呢。无定你即摆拢是去派去，让日本天皇甲你派去中国去做大官呢？
唔免讲，即马都爱靠民政府来做官。真有可能呢？迄当阵美国人、白人是足臭钱的呢，整个亚洲差不多拢是白人的殖民地啊。什么叫殖民地？你知唔知？就你去趁钱去饲因啊。你讲无呢？阮阿公都无趁钱饲阿多啊呢。你讲吼，趁钱，互人拢。 去做人的路，你拢家己搞不清。到今日你做人的路，你嘛搞不清楚。我问你咧，有做过兵的野手？嗯，查甫的拢有做才对呢。啊，手甲手棒啊！请问你喜欢爱做兵？咱去用占领，去中华民国占领。旧金山和平条是美国，啊，美国是中华民国代替美国来占领台湾啊！咱去做兵是做假？ 所以咱两千块人，你告美国的时阵，甲美国政府讲，你爱下令，中华民国袂当搁再叫我台湾去做兵。这两个叫伊讲马英九真正足好心的呢，叫咱卖做兵呢，唔是呢。两年前伊就开始下令，我袂当做兵啊呢。占领地区，你敢有看到美国人叫迄个琉球的人去做兵，叫做美国兵有啊？无呢？伊拉克。 美国甲占领，敢有叫伊拉克人做美国兵？无呢，是安尼占领我台湾，你要叫我台湾去做兵？你做台湾这个兵，你是作兵的意思是啥？你要效忠这个国家呢？来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美国轰炸台湾，对不对？已经足无趣味呢。对不对？丢一只手，美国轰炸台湾，丢一只手，安尼袂晓。 啊，所以美国人是咱台湾人的敌人，对不对？较大声咧，较大声咧啦！这是全世界在转播的呢，人会笑呢。啊，你台湾人是安怎？啊，美国甲中华民国是同盟国，对不对？啊，台湾人，美国人是咱台湾人的敌人，所以中华民国是台湾人的敌人嘛？台湾人是中国人呢，是中华民国的人呢。啊，你甲做兵是做什么意思？ 你有讲无？有无？嗯，但这大声啊！啊，你有交税金回无？有。你嘛有嘛？你有讲讲嘛？伫甲做嘛？台湾人，对，台湾人讲无交，晓得爱乖，有一顿饭好食就好啊啦。今日你来遮摕学迄个法律啊，请你爱会记我讲的一句话：你一世人。 甲你后代嘛爱讲，坚持法律，台湾就会行出去。啊，你们拍拍手呀！谁讲坚持法律，你当行会出去？为什么？你台湾人够用感情，你会死甲足紧的。你讲啊，都支持民进党就好啊嘞！我问你嘞，民进党的党章第一条，伊的台湾决议文。 讲啥？听清楚，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名叫做中华民国。你选上拢共款呐，选了中国国民党，选了中华民国民进党，拢总共款啦。到落尾啊，迄条路就是死啦。民进党是安怎成立的？1986年6月25。 美国的众议开会通过，要求蒋介石设立反对党。蒋经国，无唔对啊？6月25，蒋经国，才叫民进党这些头人啊，来来来来，你爱钱我，互你钱；你爱人，我互你人。伊人啊，民进党竟然有中国人伫内底，伫做民进党党员，很笑死人呢。迄讲伊是本土的政权。 凊彩讲讲的呢，伊伫1986年9月28，伫宜山饭店，宜山饭店啥物人个啊？宋美龄个啊！伫迄个时阵，大家是惊蒋介石惊到要死呢。伊讲你免惊，我互你钱，我互你人，只要你同意我的条件。伫中华民国的体制里面，哪算讲记者你去算？ 你敢我都去甲中华民国算吗？
中华民国，即摆咱甲民进讲，你唔通去选举，伊讲甲你硬讲，啊无选民讲，中国国民党拢调了了去，各位啊，他较清醒咧，你予中国国民党调，甲含中华民国民进党调，拢总一样呐。中华民国简称中国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，你莫跳遐紧啊！我讲一摆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，你来看遐字。啊，中华民国简称中国，你选上拢共款呐？啊，你可以卖算啊，无可能啊！是安怎？全世界无这种啊！有人讲哦，民主选举甲总统选举以后，台湾逐渐的变成主权独立的国家，你看到几有影？国际烦恼这条，你知影？现主席中华民国的选举，候选人会当摕30块，你知无？知影会举手？我拢知影，你看外公了。你想看卖啊？咱去甲选举，啊，搁给伊30块？国较戆无钱，台湾人才戆的啦！不止花30块尔呢，伊的政党50块呢，摕4年呢，活得越久，领得越多。喂，要甲消灭哪有可能？所以我甲美国人讲，我讲这30块，美国上台不爱相信的，哪有迄个代志？所以我甲你讲，所谓的民主选举假。国民党即摆足侪钱嘛，啊！台湾人足奇怪，很奇怪。古早是米数粉一包就好啊，即摆有较进步呐。500、1000、2000，捌摕过牙手？老实讲啦，捌摕过牙手啦。哎呦，我都，阮家隔壁这边也有，这边也有，干那我无安尼，很奇怪。我即摆买一票，付甲10000块呢。3000啊，哈、嗯。你是啊，餐厅啊，收收的，你就得要3万，要30万，我跟你讲，收啊，黑戆，给你3000收啊，所以你讲讲，哎，阮家有贵啊，阮家有6票呢，收，做你收，但你若转开就讲，就是，但是咱厝内底拢有一寡阿嬷迄类的啊，拢爸母做的嘛，夭寿过矣。哎呦，咱讲收车吼，啊不，那登一票给人呐。歹势，你有听无？可以？你想看卖，那佫继续算嘞？你台湾就死了了，我袂骗。去做人的奴隶，你也看，哎，都佫替人欢喜，无唔对？可以啊。所以咱来伫这里上课，为后壁迄节开始。咱的副主席潘阳华开始甲各位上法律，明仔7:30又阁上法律，几乎咱的课拢是上法律。看我多，甲你这个68年所受的这国民党这个，甲你迄个唔对的部分，甲你清清的无？但是我甲你讲，我先甲你警告，你来这上课了，你是清清啊啦，等于啊，你的周围拢是乌的啦。哎呦，台湾民众是诈骗集团，你也去？我问你咧，听清楚啊！台湾民政府有向各位募款的，请你举手。我紧，你若无一块块，我欠我1000万行李。有会举手？你拢无机会赚我1000万呐。无会举手？无会。啊，凭良心呐、啊，无呢？你有看到对一个政党？我再跟你讲一摆哦，咱是叫做政府哦，政府哦 ，government 哦，我们不是政党哦。所谓台湾的政党，各国嘛你无款，敢毋是？敢那台湾民众无，台湾民众无款，但是才跳遐人讲咱是诈骗集团，足唔甘愿的呢？对不对？是毋是足唔甘愿的？你若对到迄款的，你敢问？请你给我拜托的，你要募款，给台湾民众一角银无？我不是讲你啦，我讲对方啦。
无呢？所以看了这款话，有咱就有阵的我拢不回应啊。我认为，总有一天，台湾民众一定接到政权，以免烦恼。我有把握，虽然速度较慢。 但是咱袂接到政权，咱在座这个人拢是后摆民政会政府的官员，但普通咱是敢若上初级班尔，啊上到高级班才有来的，因为照咱的规定，照美国的规定要四千名，不白要紧，恁较艰苦嘞，但是上课袂当独孤啦，我讲看也无人独孤啦，所以。 我讲事实的，我无讲什么精彩的，我讲事实的，我一点一点点的谎话都没有啦。我经得起各位，但是我甲各位讲哦，我拜托各位一点啦。恁哦，敢若上课以外实在是无够啦，爱买册啦。我毋是你买册趁钱的人，你也知影哦。迄种对价，迄个对折你买哩。新台湾论，那你已经有啊嘞，你当时买？顶礼拜。顶礼拜哦，你是高级班对不对？ 你先上高级班了，你倒头行。啊，倒头行嘛，对啦，你我行到位，这是会使的人哦。我先考位对啦。我跟你讲，新台湾论一定爱有啦，我跟你拜托啦。不去跟他立念啦，你变成给你后生看，给你孙仔看。啊，你那个病呢？啊，无吼，伊讲遮尔啊水吼，吼，放喺咱兜的客厅足好势，真好足足大本的嘛，你那个病。 除了病以外，各位，恁爱去台湾民政府的官网来注册。恁免烦恼，我会甲恁逐个人注册。注册以后，你就会当上网，这个网官网。而且每一天，我拢有一篇文章，每天哦，今日已经到200篇啊。你哦，每一天啊，拢爱用时间伫台湾民政府的官网啊去读，我甲你拜托。 好唔好？好。逐工会去台湾民政府官网啊，请你举手，好唔好？来，好不？要去看的举手，啊，无举手什么意思啦？拢爱举啦，假嘛爱举，但你若无，你若无去看，巴肚疼，我先讲，你举手，你别那卡骗哦。我甲你讲，我拢会当知影你有去看，无去看。我的电脑啊，是讲迄个link哦，直接连线的。 对几人去看，对一关几个，对一关几个，对几几个，我拢会知影。你真正去看啦，你莫干那想要做官啦，吼、哦，反正我着初级班、高级班了，我着做一等啦。啊，总有一间我，我有影确实有影，总有将你做官，唔通安尼啦，好唔好？拜托咱大家，因为时间到，我还予你休困10分钟，啊，无你等下上课读久啦。我的课伫后日1点半。 谢谢，足爱阁讲啊，但是无法度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各位学员请起立。今日下课休困10分钟。啊，后壁识别证已经做好啊，啊，未领会使来后壁只领，电脑只，好，电脑后壁。